他自己吧，就是他自己。就我自己啊，他自己，你不用否认。我没有觉得是我自己，好吗？我觉得我们团就是大家都其实只是平常看不太出来，但我觉得 Judy 今天蛮明显的，所以他身材肌肉，但是他身材非常好。决赛有稍微比前几次还要露一点点，对。跟妈妈说一下。不会啊，他叫我能露就露。我有给他看我这次要买的衣服，他说很丑，换一套。黄文玲宫女儿表演战袍，能露就露，自制暴自律神经失调，饼狂曝光。咦，怎么才开场就出彩？炸裂班女孩黄队 Sparkle 所有队员乘3月6号前到舞蹈教室毛起来排练，希望获得好成绩。刚刚那一支练了好一阵子，因为可能刚早上起床刚开机，刚开机。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，将我卷入了迷雾中。我真的，老师，我觉得还好哎。其实在现场真的没有那么夸张。对，我们在现场听，我们觉得大家都很棒，而且因为我们这个实境秀真的很实境，但我们真的就是完全场现场，所以就是真的现场收到什么音，就是最真实的，也都是完全没有修过。是，我觉得跟我们之前的几套比起来，算是厉害的。我们就是还有惊喜换装。这是可以透露的吗？对，就是有换装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比较不同的我们，就是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面貌。这边过程中换装吗？对，有道具，然后我们这次也有请到男舞者，对，所以可能会跟男舞者就是有一些比较 special 的表演，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他自己吧，就是他自己。就我自己，你不用否认，我没有觉得是我自己，好吗？我觉得我们团就是大家都其实只是平常看不太出来，但我觉得 Judy 今天蛮明显的，所以他身材肌肉。对呀，没想到会有这么多。你认真看过我平时的身材？有，因为云二都会直接脱裤子。所以其实，因为我们就是都是女生嘛，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有时候要在练习的时候，然后试着穿一下表演的衣服，然后就会把便服换掉，然后大家其实都是大辣辣直接就是在大家面前直接脱这样。穿那个underwear吗？有内衣裤，有内衣裤，没有光溜溜的裤子，没有光溜溜。那你们哪位团员最不敢穿？就是会害羞变。齐薇吧，齐薇都会去厕所换衣服。决赛有稍微比前几次还要露一点点。跟妈妈说一下。不会啊，他叫我能露就露。但是他叫我先把身材顾好再说。因为妈最近她拍戏也很忙，然后我也还没有给她看我们这次表演的练习片段。我有给她看我这次要买的衣服，她说很丑，换一套。哇，我现在真的是没有休息时间。完全没有。黄队的舞都由队长子子一手编排，除了忙即将到来的公演，他私下还有啦啦队、写真集的个人行程要赶，蜡烛三头烧，导致身体状况亮红灯。我是因为心悸跟失眠，然后去看医生，然后才检测出轻微自律神经失调。啊，你怎么都没讲？对啊，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？啊，我不想让你烦恼。现在因为就是有吃药，所以有比较好一点。太感冒了，不是？我以为是一般的回诊之类的。不是。因为我就是好几天都这样子，对，没事啦，我很好。张立东有关心你吗？要问大家来问啊，是怀孕吗？没有啦，我怀孕会跟你们讲的。这次这样子，他有知道你的状况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是昨天刚才知道，刚才知道，所以才问。但他知道我近期是压力比较大，真的是很好朋友，他真的是很蛮关心我。就是他虽然在节目上是就是嘻嘻哈哈，但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前辈。